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播讲论语八佾篇第十五章，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周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子入太庙，夫子进到太庙，每事问，欲逢其事，每见必问。有人就说了，或曰：“孰谓周人之子，知礼乎？”谁说那周易大夫孰梁贺之子，知道礼呢？入太庙每事问，他进到太庙，欲逢其事，每见必问。夫子听闻道后说：“子闻之曰是礼也。凡事谨慎，这就是礼啊。”夫子进入太庙每事问，我们要想何以每事问。第一，鲁国所行的礼跟夫子自己所学到的，从书册上所学到的相对应并不同，这个不同是当然的，随着时代变迁有因格损益嘛，所以在因格损益下有何不同，要去理解它一下。第二，就是鲁国国君所行的礼，很多已经不合古礼了。不合古礼，说每事问啊，那要问到底是合理的变迁呢，还是不合理的变迁，不是不合乎那个礼的制度而已，而且是不合乎那个礼的意义，礼的真实意涵，所以夫子要问。所以历来对于夫子每事问，何以每事问，提出不同的看法。因为这个每事问的理解不同，就会导致后面说是礼也，这怎么解释？是礼也啊，或者是礼也？因为在训诂上，这个也可以后面是句号，也可以后面是一个轻微的问号。你古时候并没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是民国来的产物。但是就语义上，这里有一个反结之语气，或者是一个结束之语气。啊，那么是礼也，如果是这么解的话，就凡事应该谨慎，这就是礼啊。像《论语·何晏》的集解，跟朱熹的注都这么说，说夫子他是知道的，不过他还是要再问一下。表示那个谨慎庄重啊，这当然是可以，但是不是说明知故问，其实也是有所疑才问嘛。啊，中庸不是这么说吗？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要广博的学习，要审慎的发问。慎思谨慎的庄重的去思考，明白的辨别，明辨之，笃行之，要笃实的去实践嘛。这讲得很好，这其实是承袭了夫子的精神。所以讲凡事谨慎
这就是礼呀，这是礼也。这后面是个句号。但是在清代于越于屈原，他有一部书叫《古书一义举例》，这部书就认为是礼也，这个也字应该做一个反诘的语气，是个疑问的助词，就如同耶这个字啊，耶是礼耶，就鲁国的国君啊，祭祀太庙的时候，到太庙去祭祀，多不合理啊，所以他由此慨叹啊，由此慨叹说是礼耶，是礼吗？我认为这两个说法都是可以的，因为讲凡事谨慎，这就是礼呀。啊，你这么翻译的时候再仔细想一下，这里也有一个反诘的语气，凡事谨慎，这就是礼呀。对啊，后面如果是一个惊叹号，那就是一个反诘的语气，那也行。所以通篇来看的话，其实它是有这个反诘语气，不过啊，它也有那个结束那个语气的。直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为周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啊，因为前面讲啊，用个乎字嘛，孰为周人之子，知礼乎？啊，那这里回应是礼也，应该是有一个肯定，但是他又带有一个反诘的语气。这里就说到近现代以来啊，在所谓章句句斗的时候，引进了现代的标点符号，这是很好的，但是它也有它的限定，因为古文它毕竟不是西方的语文，标点符号是西方的语文所转进来的，但是它总要断句，没错，而这个断句它有它的语气，也的确有它的像逗号啊，像分号啊，像冒号啊，像引号啊，像三节号啊，像问号，像惊叹号，我想都有，它代表那个语气，或者啊一个段落是否已经告完成了。这样看来的话，那我们是啊借用西方的作为借镜之后啊，不能够拘泥于西方的，但也不能排拒西方的。不能执拗在自己的原来的传统，用简单的话说，不能泥古，也不能泥新啊，这个泥是拘泥啊，拘泥在古，拘泥在新，其实应该新旧本来该沟通的吧。那这个脉络怎么办呢？回到那个更宽广的语义脉络去，因为华文我们的古汉语它有个特色，它是以语义的脉络为主导的，不是以语句的文法结构为主导的，所以你要看它整个语义的脉络而才能够恰当的把握到那个文法的结构。这里也就是说语义学比语法学优先的，这牵涉到像我们常说的华人文化传统是以存在为本位的，不是以逻辑为中心的，所以回到存在本身，那当然是语义啊，语义不是以逻辑为中心，逻辑为中心就是语法为优先的。这牵涉到我们的汉语啊，是图像性的文字，也跟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啊，跟这个世界的关系
是一个存在的呼应关系啊，这一点是重要的。理解这一点，那么很多东西就能理解了。所以这一章其实夫子是但有说，你到太庙去，那当然每一件事情都很重大，要谨慎，要庄重。另外反诘啊，你鲁国国君祭祀的时候是否有如此谨慎其事，庄重其意呢？你不够庄重，不够谨慎，你祭祀之礼常常僭越了，那不该啊。所以这个是礼也，祭祀强调凡事谨慎，这就是礼啊，但也带有一个反诘的语气。好的，我们再读它一遍。直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周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直闻之曰：是礼也。注以太庙，每事问。结果说如以九人几住地内后，入太庙每事问，诸闻之问是内呀。好的，你们发现我们对于《论语》这个朗诵也好，阅读也好，讲习也好，就是慢慢熟，熟了就能够进到那个存在本身，回到那个语义的脉络感其意味，体其意蕴，明其意义，那个意义就开显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感恩。